离岸人民币，人民币离岸业务 CNH 是指在中国境外经营人民币的存放款业务，交易双方均为非居民的业务称为离岸金融业务。人民银行发言人表示，发展外汇市场，丰富外汇产品，扩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，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。案例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16年年初的6.50左右，跌到现在的6.90，从10月份开始加速贬值，至今的贬值幅度达到6.15%，而从6.8到6.9，仅仅用了半个月。人民币的加速贬值让我们的资产日益缩水，但若假如在外汇市场根据行情走势下单，则可以在外汇市场中盈利回来近乎等同的数额。因此交易离岸人民币也可起到保值的作用。想获取更多关于 ACY 西万国际离岸人民币交易相关信息，即刻申请成为我们的尊贵用户。如果您在注册账户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欢迎随时咨询我们在线客服。选择西万，共赢未来。